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，即将带嚟大型综艺表演《我的梦》，由京剧、乐器演奏、舞蹈、舞剧组成嘅综合节目。著名《千手观音》《风筝舞》《生命密码》等经典环节，亦曾经喺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上演。节目邀请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，主要由失明、失聪同肢体残障成员担任演出。登入文署网页了解票务详情，节目由民政总署主办。